哈喽，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爱吃爱喝爱动物大眼儿。现在我在南岗区这个国展，这里边有一家自助餐挺好吃的，我好长时间不吃了，给我馋坏了，尝尝去吧，走。在这个城市里每天川流不息，有着忙着生意，有着忙着吃饭穿衣，公交车依然拥挤，他们上班依然着急，偶尔也会有人相互作揖。到我碗里来。哈喽，小伙伴，我来了。他们家我是第一次拍，小的时候我经常来吃，属于西餐自助。牛排是给你现上来的，然后你在网上团是73。哇，馋死我了。我这个位置还可以，靠马路。我专门挑这个2-3点钟左右没啥人的时候来，这里还有老多人呢。他们家是阿尔卑斯，我第一次吃他家的时候才32来块钱一份，好像38，太香了。太香了，钓鱼。上次有小伙伴说是因为他傻所以叫钓鱼。蟹棒、西丁鱼。我在家这么长时间什么都不馋，我就馋这个扇贝。好辣啊。这么吃好过瘾啊。哇，好香啊。这虾太甜了，运气挺好的，刚坐在这块他们那个披萨就出炉了。这什么不知道什么的，反正是肉的，咸的。太解馋了。在这个城市里每天川流不息，有着忙着生意，有着忙着吃饭穿衣，公交车依然拥挤，他们上班依然着急。哎呦我的妈，太噎人了，这披萨。偶尔也会有人相互作揖，滴滴驶来有风吹过，刚好停车。哇哇哇哇，又来新的了，都给他爆料呗。多蘸点这个甜辣酱。不整事让我难受。这烤鸡胗干干的，脆的。他们家串儿都自己烤，
想吃什么你就自己拿，拿完你就烤吧。每天有人发财，每天有人无奈，每天有人离开又再回来，有人买了新房，有人提上家。没有大错呀，金枪鱼多好看，那天我也试着这么卷，这么一看好像一目了然的，我要卷起来的时候还是费点劲儿。上新的了，他们家上新速度挺快。太好吃了，弹牙。刚烤出来的，这是什么？墨西哥的。吃不够系列。他们家用餐两个小时。当我们跳跳跳起舞，好像真的什么都不在乎。也是时间紧任务急那会儿，还可以啊。哇，这个可以。当我们跳跳跳起舞，好像真的什么都不在乎。都给我吃了是吧？差不多时间快到了。